来到最后一刻了，光阴似箭，时间过得真快。我非常享受跟你们一起的时间，看你们的表情就知道了。现在是第八课，我首先想谈的是在最终的信徒所面对的三类不同情况，我想把这些列出来。第一类情况，就是那些自称得救的人，因着他们的心硬而轻视罪，他们对现实。 视而不见，伤透了主的心。我记得有个大牧者对着我说：“他说，他感觉到主伤心流泪。主问：为何我的子民以那些让我手背定贯穿的事情为乐？<Wow. S 1>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这话。基督徒的心硬，让神的心也碎了。因此，神称他们是子民，却是轻视罪的。” 耶利米书八章十二节说：“他们为自己可憎的行为感到羞耻吗？一点都没有，他们甚至不知道脸红。嗯”第二类的基督徒，你见到我打引号手势，因为我不是审判人的，只有神才是。他们称耶稣为主。这群人悟性。我们生来是个罪人。主的宝血只可以使我免除。 罪的刑罚却不能使我们从罪的捆绑中得自由。因此，他们误认为主的恩典只可以复辟，不能赐人力量。请别误会，主的恩典不但可以复辟，还可以赦罪，是奇妙的。不过，主的恩典更赐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行事为人像耶稣一样。所以，保罗对这些人说：“这样看来。” 我们是否应该继续犯罪，好让神向我们显出更多奇妙的恩典呢？当然不是好。既然我们对罪来说已经死了，又怎能继续活在罪中呢？刚才提到的两类，都在我所定义的课时当中。这就是课时明知故犯的罪。那么第三类呢？是那些正在努力挣扎要摆脱罪恶的。 他们想离开罪，但罪紧紧地抓住他们。他们还没有从神的话语中领略如何运用信心，让自己从罪中得自由。当他们犯罪时，会伤心，因为他们爱神，他们真心悔改。但不多久后，他们又再次犯罪。可悲的是，使他们受捆绑的原因是因他们的内疚与自责。他们为罪感到羞耻，使他们不能摆脱罪。 假如这是你面对的处境，请听主怎么说。主说：“如果别的信徒犯了罪，要谴责他；如果他悔改，就饶恕他。就算他一天七次得罪你，每次回来请求你的饶恕，你都要饶恕他。”我为什么要带出这话？ 因为圣经说，我们宽恕得罪我们的人，天父也必宽恕我们。如果神不是不断的宽恕我们，主也不会吩咐我们不断的去宽恕，对吗？因此，这是很美好的。别给犯罪后的羞耻留地步。我发现有些人知道自己犯罪，就会自己惩罚自己。你们明白我的话吗？我不配被拯救，我不配成为基督徒。 我不配这个，我不配那个，明白吗？所以他们自我惩罚，但这会发生什么问题？就是挪走主基督宝血的大能。基督的宝血使我们得饶恕，不用再自我惩罚。基督的宝血有着完全的饶恕。在这最后一课，我想多谈谈第三类情况。所以，我想在不顾面子下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。我在十二岁的时候。 就染上了看色情物品的习惯。朋友给我看色情杂志，我看了一本又一本。后来怎么样呢？我开始习惯性手淫，染上这差劲的瘾头。记得在中学时期，当我看着女生时，就有着各种各样疯狂的性幻想。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。后来，在一九七七年我读大学的时候，信了主。 我戒掉了坐在窗边醉酒，不再像海员喝醉那样说粗言秽语，但是对色情和性欲这方面还是戒不掉。然后我在一九八二年跟丽莎结婚，我当时认为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，现在仍然是，但我的情况没有好转，反而更糟糕。在一九八三年，我虽然开始全职侍奉，却是每况愈下。 到了一九八四年，我在教会里的其中一个岗位就是去接待嘉宾讲员，其中一位是著名的桑瑞尔牧师。他到过亚洲、美国以及世界各地，借神的能力服侍许多人，并特别以释放服侍闻名。当时是一九八四年的秋季，只有我和他在车上。于是我把自己的过去坦白地告诉他，他却像父亲一样责备我。我留心听着他说的每个字，然后我说：“桑瑞尔牧师。” 可以为我做释放祷告吗？他按手在我头上，然后在车上为我恳切祷告。往后情况如何？没变。我要找一个比他有更强恩高的为我祷告吗？不，因为在那个时代他已经是最棒的了。然后我记得，在那一九八四年的秋季后，到了一九八五年的五月二日，有人借了他的公寓给我进食祷告。 我从四号到六号，在那里禁食祷告了三天，我完全从色情中得释放，从情欲的灵中真正得自由。我觉得很棒啊，我终于得自由了。然后我记得，在我得释放的几年后，我自己有点疑问，于是问神说。 为何桑瑞尔牧师为我祷告时，我不能得释放？当时我谦卑自己，我对他坦白，把一切都与他分享。之后，神就开始谈我的祷告生命。在得释放的前几年，每一天我大概祷告一个半小时。我早上四点四十五分起来，然后到外面去，因为我习惯到外面祷告。然后到六点半或七点钟才回到家里，明白吗？我的祷告聚焦在神如何使用我，让人得释放。 让人得医治，让人得拯救，主啊，请使用我，让更多人归向你。我是这样子的向神祷告。然后，嗯，大概在一九八四年的秋季，我如常的在早上起来到外面去热切祷告。圣灵在我祷告中途突然对我说：“你领人归主，让人得医治，又让人得释放。不过你仍然会进地狱。” 我大吃一惊，然后圣灵继续说：“犹大撇下一切跟从我，他治病，使人得释放，让人悔改，但他正在地狱里。”我听到后就开始起鸡皮疙瘩，我其实在发抖。我当时回答说：“主啊，我相信你，我该追求什么？我该为什么祷告？” 就说就是要亲密的认识我，然后在那天，我开始明白，这就是摩西所热切追求的，是保罗所追求的，也是大卫所追求的。在圣经里，所有有着美好句号的人，他们的首要追求就是亲密的认识神。保罗这样说过：“是的，相比之下，认识我主基督耶稣才是无价之宝。” 其他的事都毫无价值。换句话说，亲密的认识我主基督才是无价之宝，其他的事都毫无价值。我为了他的缘故，已经抛弃了一切，把这一切都看作是垃圾，好让我能得知基督。我曾经寻求侍奉，多于亲密的认识耶稣，对吗？<Yes. S 1> 然后圣灵再对我说：“你向桑瑞尔牧师坦白时。” 你害怕这罪会使我对你的呼召离开你，但当你进食祷告的时候，你是因为伤了我心而感觉难过。嗯、那么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七章有话要说，这不是对非信徒，却是对教会说的。这里说：如今我欢喜，不是因你们忧愁。 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，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凡事就不至于因为我们受亏损了，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，因此你们可以有两种忧愁：依着神的就生出懊悔来，另一个是什么？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，对吗？假如你们研究“得救”这词。 它不能完全表达当中含义，但得救这词的希腊文是 soteria，是解作安全、释放、免于危险或毁灭。我会尝试把释放这词再说明。 让我们先回到刚才哥林多后书那节经文，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得救的就是 Soteria，也代表释放。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没有后悔，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，因此忧愁有两种：依着神的意思的与世俗的，一种使你得释放，另一种是叫你死。当中有什么区别？两种忧愁的人都说：“我犯了罪。”你们记得巴兰说：“我犯了罪。” 扫罗说：“我犯了罪。”犹大说：“我犯了罪。”两种忧愁，一种带来的是释放，另一种带来死亡。这两种究竟有什么区别？我们可以从两个王的生命中看出来。首先，看看扫罗王，在萨母尔上记载，他悖逆神，与萨母尔争论，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对吗？扫罗怎么说呢？“我有罪了。”我把这些经文打出来，“我有罪了。” 虽然如此，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。你或你认识的人是否不懂英语？你是否想获得更多从约翰和丽莎·贝维尔具启发性的信息？你可访问视频与资源无偿下载的云端资源库网站，点击你的语言，从众多资源中挑选你需要的。 电子书、讲道视频、信息与书本、录音、圣经等等，现在就上云端资源库 （cloudlibrary.org）。Cloud Library, The 现在再看看大卫。大卫为了掩饰与别人的妻子犯奸淫而杀了他的丈夫，先知去跟大卫说这事，大卫反应说：“我得罪耶和华了。” 然后在诗篇五十一篇，他说：“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”大卫面对自己的罪，不顾他团队领导有什么看法，他脸伏于第七天，因为他向神犯罪，唯独得罪了神。扫罗却对萨姆尔说：“求你抬举我。” 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面前抬举我，求你在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。他只想到自己的荣誉。扫罗忧愁,愁的焦点是他自己，世俗的忧愁只关心自己将会如何，关心自己是否会被审判，关心自己是否会丧失毕生的呼召。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是觉得自己伤害了为自己牺牲的神。你看到区别吗？神开始让我回顾过去的祷告内容。 我发现，在一九八四年时，我祷告求神在这方面使用我，在那方面使用我。我只关注我的罪是否会使我失去神给我的呼召，这是世俗的忧愁。经过圣灵的提醒后，我开始改变我每天祷告的内容。我会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我想更认识你，我要更爱你，请你让我成为世上最爱你的人。”我每天的祷告焦点不再是使我去赢得更多灵魂。 因此，当我在五月二号进食祷告时，我为自己伤了神的心而悲哀。这依着神的意思，忧愁使我得释放，也使我得救赎。你们明白吗？当中的区别可以是：我看见人们在哭泣，看似是悔改的缘故，但圣灵却告诉我，他们并非悔改。在一个多月后，他们仍然犯淫乱。我也看见过有人什么表情都没有。 但却完全得释放。因此，坦白说，真正悔改的指标，真正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不只是在情感上，也不在于是否流泪，对吗？却在于我们的心是否有改变。你们明白吗？Yeah, s <S 我现在可以走出来了。在一九八五年五月六号前，我不可以。 当我的视线范围有色情的成分，我就会像金属对着磁石一样被吸引过去。实际上，我会为容易找到色情的事情而兴奋，明白吗？在我得释放后，我就有能力去脱离它。现在的情况是，当我在路上看见一个女生穿着的，她穿的比较不是暴露，对，不检点。 就算我与他并排而行，我都不会被他吸引。但这并不是神要看见的最佳处理。神会希望我对着他，然后打个招呼，却不会有半点歪念。<Yeah. S 1> 然后看看这句经文，在约翰福音，耶稣说：“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”得自由跟得以自由有什么区别呢？嗯，<Yeah. Yeah. S 2> mm, 举个例子如何？ 使有水的玻璃杯得自由，就是把杯子倒过来，让里面的水流出来；或者，我可以叫杯子得以自由，就是把拳头塞进杯子里，让里面的水满溢出来。这样的话，我的拳头就留在杯子里。<Yeah. S 1> 明白吗？我的拳头比喻什么？真理。<Yeah. S 1> 主正在改变我的心思意念。你们明白吗？Yeah. 让我告诉你们，主赐我的第一个启示就是每个女生都是女儿。对你们来说，这听起来没什么；对我来说，就是一个真的启示。每个女生都是某人的女儿。我再不把她们看为一块肉，我把她们看为某人的女儿。然后过了一段时间，可能是几个月后，我得着另一个启示：女生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，所以她们是神的女儿。 有着荣耀为冠冕，现在又如何呢？坦白说，经过几年的时间，要是有色情物品在我面前出现，我可以马上拒绝。在过去，我所不能摆脱的，现在都变成厌恶的。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：要是神可以改变我，他也可以改变你。人们常说，男人就是男人，不能变的。你虽然认为男生就应该是这样子。 但并非这样，我过去被捆绑，现在得自由。但请别误会，我重生得救，耶稣住在我里面，但我的肉体仍然被牵引，我的思想和肉体都被牵引。在神学方面，我不知道这是否说得通，反正我不管，我只知道我已经得自由，我已经得以自由，明白吗？借此，我发现耶稣基督的大能。我把我想讲的都在屏幕上打出来。 我们是否会相信，从主所得着的无常拯救，只能使我们从罪的永行中得释放，却不够能力使我们从罪的捆绑中得自由？如果你相信的话，这却完全是个谎话，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话。 保罗在以佛所书这样说：“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那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是什么？就是神的恩典。神说：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这在我们身上的能力就是神的恩典。借此恩典，我们得饶恕，我们得拯救，是白白得来的。” 并且赐我们力量脱离课时的捆绑，明白吗？现在是时候总结了。为什么这些超级英雄的电影那么受欢迎？试想想，每部电影都很卖座，而且不只吸引男生去看。我记得有次我从澳大利亚还是新西兰飞回来，有个阿姨坐在邻座，她说。 他不会错过每部超级英雄电影，他自己是个死忠粉，已经连接七十。因此，为何会这么受欢迎？因为他好像在告诉我们，被造时已拥有却还没有运用出来的力量。记得我说过，初代教会的基督徒就像当时的超级英雄一样，我们可想自己是其中一份子，但却不是现实。 一看超人电影为例，如果我们再细想，就会发觉景物呈见的超级英雄都让我们着迷。我们喜欢这氛围，于是会去看完整部电影，对吗？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说：“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”不过，我们较少提到神的其中一个方面。我们来看看出埃及记十五章三节，这里说：“耶和华是战士。嗯” 你是否曾经想过，我们的神是个战士，有吗？神是个公益的战士，他的这个方面是我们较少提到的。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十三节说：“耶和华必向勇士出去，他是真正的超级英雄，必向战士，激动热心，要喊叫，大声呐喊，要用大力攻击仇敌，是个公益的战士，对吗？” <Yeah. S 1> 你们有见过战士是被动的吗？ 会显出害羞的样子吗？胆怯呢？不，战士是勇猛的，是会尽力完成手上的任务。<Yeah. S 1> 耶稣说：“我的食物就是遵行猜我来者的旨意。” <Yeah. S 1> 神猜耶稣来是要做什么？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他是个战士。 我们是按他的形象造的。你是否想过，耶稣为何对启示录的七家教会说：“那些得胜的，那些胜过的。”耶稣这话是对他们每家教会说的。但这话如何被理解呢？人们说，主是得胜者，因此我们在基督里的，在身份上也是得胜者。不，这是有更深含义的。Yeah. 当耶稣对这些教会说的时候，要是他们已经胜过了，耶稣就不会说胜过的。虽然在属灵层面上，他们都是在基督里，我们在基督里，你们在基督里，看这视频的也在基督里。因着神是个战士，所以我们同样有着战士的身份，但我们仍然要活像个战士。而且，我们要是没有东西可以胜过，如何成为得胜者？嗯，对吗？超人的对头是虚构的。 我们的对头却是真实的，他的名字叫撒旦，他有着许多党羽，但实际上，超人的对头没有对付超人的力量，他只能引诱超人去接触克石。就如撒旦已经没有武装，没有武器去攻击，因他的武装被耶稣完全夺取，他唯一能耍我们的手段，就是引诱我们去接触属灵的克时。 我强调，经过这八课后，你仍然要去看课本，因为视频有时间限制，有许多内容只在课本出现。因此，看课本是非常重要的，让你可以更了解神，让你可以站起来抵抗撒旦和他党羽的攻击。他们或会,会尝试让你接触课时，让我告诉你。 他会把看得见的好处告诉你，却掩盖着长远要承担的后果。别掉进这圈套。S <S 我相信，当你看完这八课视频，又读完整本书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站起来辨别课时，然后对付他。<Amen. S 1> 我高兴可以跟贾斯汀、米蒂、亚顿、伯克一起上课，感恩可以跟你们交流。让我们一起祷告，那次自由的神，天父，奉主耶稣的名。 我为看着视频的所有人祷告，主啊，你的灵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，宣告你的灵现在就与我们每个人同在。天父，因你的话语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说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你在我们心里运行。为要成就你的美意。我对着那欺骗人的黑暗势力，对着那使我的弟兄姊妹没能力的属灵克时宣告，在弟兄姊妹身上再没有任何能力。 我对你们每个人的灵宣告，使你们有能力脱离那捆绑你们的。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一切使你们被捆绑的话都失效。求神的恩高与能力临到你的生命当中，让你可以重新站起来，离开那常常困扰你的罪。愿主使你放下那些困扰你的罪与重担。 让你可以与神同行，<Yes. S 1> 让你在他的大能大力中行走，愿你成为这世代的真正超级英雄。我奉主的名祝福你们，天父，奉主名求你的保护，阿阿门，阿门。